是快人快语的台湾老婆新西亚，我是中文不标准的美国老公 Shane。Are you ready？ 有趣爆笑，新西亚安顺的异国婚姻劲爆开讲即将登场 ，Let's go！来到新西亚和 Shane 的异国婚姻情报快讲，我是新西亚。I am Shane。是否还记得你第一次知道 sex 是什么东西？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跟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你说第一次 sex 吗？不是说你真的 literally have sex， 就是说今天你知道原来 sex 是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我第一次有感觉吗？也不是感觉，还是我就是第一次有 acknowledge， like 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男生要把 penis 放到女生 vagina 里面，就是不太记得，不太记得。对，应该是五六岁吧。五六岁知道了，我乱猜，是五六岁就有那样 sexual 的感觉，可是并不是知道说原来 sex 是什么样的一个回事吧。五六岁你怎么知道说原来是我要把我的小弟弟放到女生尿尿的地方？对，我真的不记得，我不记得是。我是多大才知道，因为其实我在长大的时候，我有很多就小朋友嘛，然后我们的我们附近，我们家附近有很多就是比我们大，比我大4-5岁，然后我还是会跟他们玩。哦 ，OK。所以可能他们我还蛮早就知道了。对哦，会那时候不是爸爸妈妈跟我说，哇，这些这些，妈妈会说 Shane， 你其实 sex 就是妈妈，他们没有跟我说过 the talk， 没有、okay. 没有跟我有 the talk 过，对 ，OK， 所以说那当你不管是当你接受到 sex 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你有知道说哦原来他是这样的时候，你并不会觉得感到害怕，或者是觉得哇好痛或好恶心还什么的。我还记得，我只是觉得我还没有那个舌吻 French kiss 舌吻，我会觉得哦还蛮恶心的哦。那为什么这件事情是怎么人谁跟你讲的还是谁说的？我只还记得我还没亲过，我应该是大概一样七八岁，然后我就是敢跟女生 kiss by， 对，或是亲，那亲这样 OK， 可是。就是用舌头，所谓的 French kiss， 不是这，我很恶心。为什么人要这样？哦，对，然后可是 sex 我还没有，我觉得我第一次就是有 sex 的感觉，或者是可以想起来是怎么样，我应该是已经经历过了吗？对，或者是只是觉得他这个还不错，我没有觉得哦很恶心。Oh， 我可能我就是没有办法想象会怎么样。好，那我问你，那你应该有在路上看到狗狗交配，总知道狗狗交配那时候是 sex， 会觉得很恐怖吗？因为你其实你不太看，我其实你不太看狗交配，你看金龟一直交配，或者是我没有看清楚，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我就知道他在后面，可是没有看到他们真的有 sex， 所以你不会觉得，你还是不知道这个是放在这边，然后后来摘摘是这样子的样子，然后。你都不知道 ，OK， 所以说其实你并对这件事情只是会觉得 French kiss 很恶心就对了，对，因为你知道吗？其实我就是有在文章中跟大家分享过，那时候第一次知道 sex 的时候，感受是觉得非常的恶心的。那我还就是 I made a promise with my friend， 我还跟我的女朋友，大家都说好好好，以后长大大家都不要 have sex， 很恶心。好，我也觉得打勾勾都觉得不要 have sex， 打勾勾。对，就后来就是 everybody broke the promise。啊，对 ，everybody 吗？对 ，everybody，、oh, okay. 我觉得对，所以说我会觉得就是一起的吗？反正就是觉得还蛮好奇，说不知道就是各位姐妹她们，就是你们第一次知道说 sex 是什么样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嗯，对，好，就这样子咯，啊，再见，拜拜。